最近辞职吗？准备去申请仲缓吗？月日若未过一万，你算大学生吗？真想带你去见见我刚组的普安，我每月有万四，这算是好计。为何无论我智商怎样高，怎样也不可租政府共啦？难道读书中太耐，读到视眼散埋错，试图去老共住，计数有乜能用？不懂得如何写 program，还是我没校牌，什么工也无法变。难待待学读三年，食计课打菜时方，比不上看眼老，比不上是影制脑内放满作晒口晒，难怪因共也再无法美分。有时很开心，计了条无人计的数，何时那不能吃饭，有什么冷夜用？真想带你去见见我刚组的保安，我每月有万四，这算是好计。为何无论我智商怎样高，怎样也没法令自己想打工？难道读书读太耐，读到视眼散埋座，试图去老共处，计数有乜能用？不懂得如何写 program，还是我无校牌，什么工也无法应？难道大学读三年，食计课打餐时光，比不上看间路，比不上是影在脑内放满壮晒口晒，难怪因共也再无法美分。太耐读到视眼散埋座，试图去老共处，计数有乜能用？不懂得如何写 program， 还是我无校牌，什么工也无法练？难道大学读四年，食计课打 transform 的人生，人工也扭曲了？若回望，再报多次 jump pass， 可能我仲系九重数学系。最憎计数噶啦，我